下去，神州的 Big Star。轻摇的声音，梦梦中的音，跑铃声会听，赶快按下动画键，拉长耳朵，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。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，Ring a ring a ring， 爱的和声铃耶。管它往外或是往内。这次男人运的舞蹈呢，是由 Unity 张胜峰老师，胜峰老师再度帮我们编，然后这次的难度就更高了，因为他编的非常的丰富，然后每一个手忙脚乱，节奏本来就很快，对，然后每一个节奏都有动作，所以我们真的就是手忙脚乱，激烈，就是先熟悉动作之后呢，速度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我们都觉得自己的手快，而不是自己。对，而且老师呢还弄了就是一些就是现在流行的，比如什么 monastery 啊，传教士什么，还有那个 chicken head 啊，就是头要动。对，哇哇，我都还记得。对，就是这两个是最特别的舞蹈，然后我们就是这两个都学蛮久，因为那个是身体律动，所以我们又不够熟，其实就练很蛮久，花很多时间，但是效果很好。觉得很不错，然后那天我们上节目，我们是就是超会跳舞的团体。对啊，真的是误会，就真是误会了。我觉得真的是 MV 导演拍得很好啊，真的是谢谢。当大众，但我们很努力的要呈现不同的感觉，然后就学了新的舞蹈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Ring ring ring， 爱的和弦连在琴弦，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。不知你是否在等待，我已经在这边期待。Ring ring ring， 希望听到你说 hi。这次十三首旧歌呢，其实我们都觉得很不错，因为每首都是算主打，所以大家很熟悉的。但是当然每张专辑后面都会有一些可能超精彩，我们自己个人很喜欢的，像《精装到铁布衫》是一个我觉得很可爱的歌，可能是因为 MV 我们自己拍的很可爱，对，所以就这首歌印象很深刻，觉得没有收录还蛮可惜的。是啊，还有一首《绿洲》，《绿洲》是就是比较内敛，然后很沉稳的一首，很有感情，对，比较有情感。然后我们三个都很喜欢，对，所以没收录还蛮可惜的。对，但是也许改天再收，下一张精选应该不会。还下一张，下一张也是奉献给您。对，绝不喊累。